各位，这地点在哪里？这个地点在国华街跟中王路口啦，它是在台南啦。哦，那你仔细看哦，人到这边这个帐篷哦就没了，而这一条商圈平常本来周末假日就人来人往，人很多，而且你看中间这个帮黄线是空的哦，所以你看哦，它大概是几个，一个两个街区。我跟各位直接讲一个道理啦，柯文哲在台南办这个场子哦，然后说我有破万人，我五万人。完蛋了，人好多哦！我五万人，来，各位，你知道这个摆几张椅子吗？摆了1800张。你仔细看啊，这就是大概一个路口，两个路口，这中间就这样嘛，这边就两个路口而已啦，一个路口，两个路口啦，然后到这边就没了啦，就这样啦。所以1800张椅子，这第一件事情。再第二件事情。国华街跟中王路口这边哦，本来就是热闹的商圈，所以本来就一堆人会来这边逛街了。你知道柯文哲玩的这招叫什么吗？强迫中奖。我请问各位哦，如果说今天没有办造市场，你觉得这条街会不会有很多人？会嘛，还是很多人嘛，大家还是要来采买嘛，大家还是要来逛嘛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台南热闹的商圈嘛。再来，请问1800张椅子，好了，我来考验一下各位智商好了。各位，我现在跟你讲哦，这一张图到这边对不对？这两个街区其实就两个街区而已啦。各位，这是一栋房子对不对？两栋房子，好，一栋房子，两栋房子，三栋房子，来哦，一二三，三栋房子。到后面好，我勉强算你五栋房子好了。五栋房子的间距，一条双线道的道路，摆1800张椅子。各位，你觉得这可以突破五万人的打加一？觉得不可能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觉得有五万人的打加一，觉得不可能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正在考智力测验。五万人的打加一啦。不可能的，打减一啦。对啦，国华街啦，国华街中王路口啦。对吧，各位，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好不好？你看哦，这是不是一栋房子？来，一栋房子，两栋房子，三，来放大放大，一栋房子，两栋房子，三栋，哦，四栋，五栋，我勉强算你五栋啦。好，四栋，来哦。各位，五栋房子，你看一下它的宽幅哦，它这些房子比马路还宽哦。这五栋传统的低矮楼房，一层可以塞多少人？一层可以塞多少人？所以柯文哲意思说，如果这是五万人，对不对？等于这一栋房子的一层可以塞一万人呢、欸，可以塞一万人呢、欸。这是什么小叮当的百宝袋吗？好了不起哦！快点卖我，卖我这种房子，我想买。哇，这样这个一个可以塞一万人，一万人，一万人，一万人。哇，五万人就这样这么简单达成了。各位，你觉得这个一层可以塞多少人？这一层可以塞多少人？给500人，我就阿弥陀佛的啦。一间厝你要踏500人的阿弥陀佛的，你是你。1800张椅子，我跟各位讲啦，紧绷3000-4000人而已啦，然后五万人，所以你紧张什么啦？再来，民众党自己内部的人都有讲说，哦，这个哇，每次造市场都看到同一批人，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个要卡扎赶快的，以前是不是有一群钢铁韩粉，
不论从南到北都始终追随着韩国瑜。现在这个就是柯文哲从南到北里面有一群人都是同一批人嘛，所以第一个答案揭晓，不到5000人。第二个里面又一堆都是同一批人。第三个跑去国华商圈制造人家困扰封路，因为就是有人被迫必须要来，那搞老半天看起来人很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蹭游客。蹭游客什么意思？我叫不动人，我就看哪里人多了往哪里去，蹭游客，好不好？所以好可怕啊！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，好可怕，人好多哦，好多，但我是希望人多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赖清德本命区啊，给他洗脸好不好？加油，洗脸赖清德。来，那我另外一个桃园。各位又一样的意思来了，哇！你看到说好可怕，桃园人好多，各位啊，各位好朋友啊，我看有空拍图无？各位好朋友，我找没空拍图给你们看，空拍图，好了，随便啦，各位这样就好了啦。我拿这个随便喊。各位啦，我敢讲一句话了，这个绝对没有破万人啊，这个绝对没有10000人啊。来，对，来，兔兔讲了一个重点，这在哪里？桃园公园，兔兔讲到一个重点，这是在桃园公园。桃园公园有个特性哦，如果刚才那条国华街，我们都有算给你听的，绝对不会打死不会超过5000人。这个比国华街还小的桃园公园，阳明公园呢？来，我们 Google 一下，看一下它多小。各位就安尼啦，阳明公园就安尼啦。来哦，刚刚国华街我们算给你看哦。来，你看哦，一个街区，两个街区，来，一个街区，哇，一、二、三，三条主干道了，哦，三条了，哦，所以基本上。哦，没有哦。如果你用两，它其实是两一大两小哦，一大两小的街区哦，就安尼啦。所以这个理由道理很简单嘛，你仔细看一下啦，它就这样小小的啦，跟这比嘛，我们公园把旁边跟那个旁边的街区比嘛。对，就这么小，就这么小。三个巷弄，比国华街还小，阳明公园就这么小啊？请问这个有办法塞10000多人？这第一个问题。再第二个，各位你仔细看啊，这头大粒不？有啦，头就大粒的啦，你要仔细去比啦。
所以各位，我笑他们人少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周瑜秀说：“哎呀，都炸场啊，都爆场啊！”要给各位一个概念，一百人多不多？一百人不多吧？但一百人塞到同一个国小教室里面会怎么样？会爆场。所以各位，重点不在于到底人多不多，所谓爆场就是玩文字游戏，因为你只要场地够小，莫名其妙都会爆掉。而且这个东西你仔细去试算，大概也是五千人紧绷又打死了，是不是跟台南又一样？然后又是找一模一样的人来。而且桃园还有谁？还有郑宝清帮忙动员呢，民进党的呢，没有已经退出民进党的郑宝清呢，郑宝清又来啊，还有帮忙动员啊，然后挤在一个小公园，然后用广角镜拉得很大，各位这才重点，桃园也没多少人，对，空拍又露馅了。大概就这样子啦，这四叉猫弄的啦，这个图啦，空拍啦，各位，这样这个有万人，这个有，啊那有万人，这样一万人，很小啦，你怎么还空在挖空嘞？啊你想哪啦？没有那么多了，我想我连算都懒得算了啦，我直接跟你讲啦，都几千人的活动而已啦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